Kinder, egal aus, ja?相信燕君是不是爱你？甲你的外表一点仔关系都无。你是知影啥？亲像你这种美女，你当然无法度了解我的痛。我较早因为我的外表受足侪人的欺负，我好同学整整105年。你认为我敢有法度轻轻松松就摆脱遐悲惨的过去，对我的个性造成创伤？所以，你要摕不够的人来报复。你摕过去创伤做借口，你袂感觉真好笑？你根本就无了解，我完全拢无遗传着阮妈的水，就连阮妈拢会嫌我讲，哪会愈来愈大汉，愈来愈无诚意？根本是当初在病伊抱唔对啊！自从查理叫我黑猩猩开始了，我的噩梦就开始啊！我阁会记得迄个时阵，之前前。利用伊的号召力，叫男同学逐天拢爱扎金就来好好给我吃，我的便当给偷吃，便当盒内底嘛给人放金蕉皮，就连我的运动衫嘛去让同学抹黑吧，因讲黑猩猩爱穿黑色的衫上课唔才对，就连老师拢叫我黑猩猩，我气到拢哭啊，啊不过大家说笑到巴肚疼。这就是我囡仔时代上痛苦的记忆。迄时阵，我第一踢球的人只有燕君阿哥形容。医生，阿过迄时你的表现明明真开朗啊，你唔过定下超过伊，学迄真正行路没有？我过梁春哥，伊对家己外表袂要紧。那是因为我不敢大声哭，我怕伊搁去让人欺负。你敢知影，互霸凌的人，若是假做一副足委屈的模样，会让人欺负了搁较凄惨。后来，我刚刚隔壁在学校的便所内底偷偷哭，回去厝的，搁惊我妈若是发现，伊绝对会去学校闹。安尼，我会让排斥搁较严重。一天。我实在是忍袂住，我就挑过用金蕉皮害金倩倩跋倒，结果金倩倩一生气，就让男同学要来打我。迄时阵，燕君就亲像白马王子共款出面救我，我嘛是为迄时阵开始，就暗中爱着燕君了。我就是靠这份暗恋的力量，才无过当过要自杀的想法。后来我出国啊，拄到一个真好心的室友，伊知影我安怎的故事了后，就逐天拢陪我运动。我嘛是靠着思念燕君，才成功变身的。当然，我
我承认，我是一个连做啥拢惊痛的人。啊，不过为着要变水，我搁去整形美容。后来我甲燕君重逢，啊，搁有结婚的经过，恁就拢知影。今摆恁终生了解，我是用偌济力量才整出着燕君的。啊，不过陈芷玲算是靠伊的面貌，就让燕君对伊一见钟情。甚至伤害我、欺骗我、放纵我，你莫搁在遐自怨自艾啊！你应该真清楚，我甲燕君是经过遐侪痛苦、遐侪阻碍才会当做伙，阮所受的苦无比你搁较少。